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这个化学反应式啊，新加这个氯化氢就是盐酸了、啊，可代表下列哪一项？是不是这一项？不是啊，这个镁哈，这个是锌啊，这个镁的话呢是 Mg 啊，而盐酸的话当然就是这个 HCl 了哦 ，HCl。然后这是锌的话，这是 Zn 嘛，啊，盐酸就是它，所以答案是 B 啊，啊，这镁啊，硫酸的话什么？硫酸是 H2SO4。哦、啊，这锌的话，锌加硫酸哦，这是 Zn， 啊，加上什么？加上这个 H2SO4 了。哦，啊，这个也是锌，哎，这个是镁，这是 Mg 啊。所以锌加这个盐酸哈、哦、是等于这个，所以答案应该选 B。